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日方切实信守正式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我们希望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针对第三方。我相信你也应该注意到啊，美方已经表示你所收到的这条消息不属实。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中国驻英使领馆。 一贯遵守驻在国法律，我们也希望英方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为中国驻英使领馆正常履职提供便利。